五十年代经历二次大战后的香港，人口急速增长，有很多中学毕业生缺乏升学机会。浸信会联会希望创办一所专上学院，令更多年轻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就在浸联会的年会那里，我们就提议呢，是由浸联会呢去筹办一间的高等的学府。There was such a great need for the high school students at that time from Pui Jing and Pui Do and so on to have a place where they could continue their higher education. Not everyone could afford to go to America or go abroad. We said, okay, what's the next best thing? When my husband had this idea, we needto establish a bilingual college right here where we had a Christian foundation. Now that wa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1956年，浸会书院正式成立，林志峰博士获委任为创校校长。浸会书院在创办初期借用了培正中学校资历上课，并开办六个学系，包括全港首个社会工作课程。第一批取录的学生总共有153人。到了57年，政府拨出窝打老道地段给浸会书院兴建永久校舍，全校的师生积极筹募建校经费。终于在1966年，位于窝打老道的校舍正式落成启用。1968年开办全港首个全理学课程。经过艰苦奋斗，浸会书院在70年得到教育司署核准，成为第一间政府承认的私立四年制专上学院。可惜一直推动书院前进的林子峰校长在1971年不幸病逝，并且由当时只得36岁的谢志伟博士接任校长。72年，浸会书院获准改名为香港浸会学院。其实我就不能够做什么工作，因为我自己的经验都是非常少，我以前没人做过正式的行政的责任的，咁所以咧都系差唔多系摸住石头嚟到过河咁样嘅情况。咁当然第一样令我最感到难过嘅咧就系、是，即系学院嗰、那个喺香港嗰个地位系唔受到重视，学生嗰个文凭系唔受到适当嘅承认，同时咧我哋冇足够嘅资源嚟到去發展和支撐呢個整個局面，所以在呢三方面我覺得都需要做功夫。政府在1977年發表《高中及專上教育綠皮書》，漠視私立院校的貢獻。浸會師生發起罷課遊行反對，其後政府改變立場，浸會開始得到政府的資助。1981年，英國國家學歷評審局到學院作學術評審。报告认为学院的课程质素达到学士学位水平。在83年，香港浸会学院正式成为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的资助院校，得到政府全面资助。到了1986年，香港浸会学院开办学士学位课程，进一步实践全人教育。到89年，更将所有文凭课程转为学士学位，并开办全港首个中国研究课程。同时，学院亦都进行一系列校园拓展计划，包括兴建五座新大楼和联福道新校舍的建设工程。90年代初，随着学院陆续开办硕士和博士课程，又获得课程自我评审的资格，终于在1994年11月16日，香港浸会学院正式证明为香港浸会大学。1994年，我在立法局宣读法案，将浸会升格由学院变咗做大学。当议案三读通过的同时，谢校长在校园同师生一起大声欢呼，好开心。95年10月，位于联福道的日夫校园正式落成启用，而窝打老道校园亦都在第二年命名为善行校园。为了继续提升教学及研究质素，加强国际合作和推动全人教育，浸大在1997年展开了浸会大学道校园工程，包括建设四座学生宿舍和一座师生活动中心，进一步改善校园设施。
同时浸大开办更多全港首创的学士课程，包括人文学科、体育及康乐管理、欧洲研究、中医药等，培养广泛领域的人才。踏入千禧年代，浸大亦进入新里程，吴清辉教授接任第三任校长。与此同时，浸大分别在2000年和2006年成立全港首间大学附属幼稚园、小学和中学，扩展全人教育理念。回归以后，香港和内地在高等教育方面合作亦更为紧密。在2005年，浸大就和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在珠海成立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是首间由香港和内地大学合办的高等学府。跟住大学亦都分别成立全港首间视觉艺术院及电影学院，并且建设全理视艺大楼，俾同学在完善的配套之下发挥创意。为了配合政府发展专上教育，2000年浸会大学持续教育学院辖下的国际学院成立，提供副学士及自资学士课程。在2010年，陈新之教授成为浸会大学第四任校长。为配合四年大学新学制，浸大亦在2012年完成首三阶段的校园扩建计划，第二年更加成立首间国家重点实验室。2015年9月，钱大康教授接任浸会大学第五任校长，带领我们继续迈进，成为具领导地位的研究型博雅大学。There are three aspirations for Hong Kong BU. First, Hong Kong BU must be locally relevant but internationally competitive. Second, Hong Kong BU must retain its DNA, that is, caring, compassionate, high integrity, to make social progress. Third, Hong Kong BU must become a leading liberal arts university in the world with excellent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excellent research.笃信力行是香港浸会大学的校训。六十年前，我们的创校先贤凭着全人教育的信念创立了浸会书院。多年来，我们的同事、同学和校友秉持着这个信念，同心合力克服种种挑战，成为今日的浸会大学。在庆祝创校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非常感恩，亦都知道大学的发展是不可以停下来的。我们会在学术和研究上不断追求卓越和创新，令到浸大更上一层楼。